2010年之前，我忘了2008或者2009、2007什么的，我还是中国执委的执委呢，中国足协的。我那年去开会，已经20几年了，2008、2009什么的啊，就十几年前啊。他们告诉我，海东，你今天来开的会是中国足协召开的第二次会议。我靠，2010年之间，都你妈十年，有了中国足协多长时间了？中国足协开过两次会啊，我参加了一次，前一次可能在1950几年、1960不知道啊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，嗨，之前都是国家体育总局运动管理中心足球他们来科长，我就说这意思，我说就是你们局长、处长、科长开会嘛。他对，红头文件没有会议。这就是中国足球为什么说伪职业，中国足球30年、30年就是这样。他们没有任何行业管理，刚才塔库米说的，他们都是处级、局级、科级干部，跟你妈的行业有啥关系？他们都是吃财政饭的、发工资的人，他妈的跟行业有啥关系？他来告诉你足球该怎么踢，他来管理你，是吧？来去怎么着？你说想能好吗？共产党的体制不灭，最后的大家不就是最后全都是你跟着走进火葬场吗？